人有可安之理矣。夫民不安于白屋，必求禄事，事不安于卑位，必求尊荣。四方万里，福凑并进，各怀无厌无耻之心，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？臣闻取天下者上勇敢，守天下者上退让，取也守也，各有其宜，君人者不可不慎也。夫慎而后发，发无不忠，否则处事而惧喜怒，喜怒之色见于貌，言出于口，人皆知之。须考其故，知其无可喜者，则必毁其喜之师；无可怒者，则必毁其怒之师。甚至先喜而后怒，先怒而后喜，号令数变，喜怒不节之故也。是以先忘前心，功莫不易喜怒，其未发也。虽至静莫能知其发也，虽至清莫能移。是以号令简而无悔，则无不终结矣。夫数变不可也，数失信犹不可也。周幽无道，故不恤此；今无此，何苦使人之不信也？书奏，帝嘉纳之。